只抽炫赫门，只爱一个人，还有三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兄弟们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无畏号起飞。买眼儿，不用买眼儿，天天让我买眼儿。咦？今天礼拜几了？今天礼拜六了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！等会儿啊，一级咱先学个 E， 咱就不学 Q 了。最好是一点兵收点兵，等一个这个包住我们血条的被动出来啊。拍地板怎么的呢？吃个兵不让吃，先抠一下。别追了，这小兵怎么的，有仇是吧？抠一下，吃到经验了还行，让他锤我们，其实可以让他锤。我们水晶瓶，他多拦箭，想锤我们就跟他锤。等一个被动啊，然后再去抠他。抠技能是引仇恨的，抠一下，学个两级抠。我再抠拍地板走了，敲我没关系，他电刑还电刑呢，还我看行。等个四秒，车我都可以不补，但是皮我一定得包住。走位，这里应该是有眼儿。哎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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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，坏了，啤酒人呐，这可救不了啊！一换一 ，nice， 杰斯别拿人头就行。西亚娜跑的还是很快的，这杰斯这波血亏，我跟你们说，他都亏出屎来了。还传送拍地板，接个 Q 平 A， 再 A， 再 A 套点盐，平 A 一，死了。等会儿啊，等个壳子，别着急，我怕小兵给我打死喽。他刚才 A 不出来，我给他拍地板减攻速了。其实刚才我们都不应该追。哎，回家了。这遗失的章节出不来，出发电机。发电机，我们来个暗夜收割者啊、嗯！其实石头人都出也行，只不过这个东西吧，它带血量，你知道吧？我抠你一下，这波假装不升，其实我们马上就升，知道吧？他只要敢抠上来，他就必死。
他不知道我们马上要升，知道吧？这波他不知道。我们先假装不升。他只要敢过来，这小子不过来了，人没了，怎么卡兵线都不来了呢？在那射我，怎么的？这三个兵你一个都不吃啊？啊？啊！你一个都不吃啊？都交闪，我一个轮着。拍地板，我先吃成塔皮，感觉费劲了呀，这不好吃了呀。螳螂来了，先抠螳螂，让它跳没有关系，打不着。哎呀，拍地板闪现呀，我闪呢。哎呦，我这虚区有点高啊！我操！哎呀，这交闪好了啊，狂妄了一波。我以为他俩在虚区打不死我。闪了就亏了，对，闪了就亏了，这个兄弟知道啊，留个闪吧，留个闪，留一个，留一个。这小子不会要出影魔刀了吧？出影魔刀可就不好办了呀。希望他不要出荧幕刀，出个水银骸吧，先插个眼儿啊。哎，可以，还挺好，出个小破魔抗。吃我一个抠，你仿佛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，小伙子，你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刚才这波注意细节，第一，我们需要有 Q 的 CD， 第二，我们需要有彗星的 CD， 第三，我们需要有点炎，才足以能在他满血将他击杀，明白了吗？也不是满血吧，就是血量没多少。三分之二血，走回家，一千三了，无敌了，整一个美甲窃魂卷。这么一看，炉灯好像还是不太行，还得是这个。我这一看，啤酒银让这杰斯下完了呀。现在如果他敢上线，三个 Q 吧，就可以秒的。先 Q 一下 ，Q 完先跑，哎，别着急。两个 Q，
三个扣基本上他就没了，直接大吧这波，上当了。上当了，上当了！我大上去那一瞬间呢，我就感知到了事情不对，偷袭我，这老螳螂来偷袭我们。我扣一下就杀了，没机会了，他不给扣了，不能让扣了。关键我也不知道那螳螂搁旁边啊，来也不说。有没有人帮赶他一波，管一管这上路老石头人，比如说啤酒人。赶他两波了，帮赶他两波，快点的！再来一声塔皮，也不帮我拆塔，你说？别出影魔刀啊！火焰出影魔刀了，哎，不太好打了。那螳螂老断我节奏了，断了我好几波节奏，扣他一下。不好杀了，他有影魔刀了。我们先去吃口屎。扣一下，哎呀，扣错了，这扣错很致命啊！先等个皮。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影魔刀了我就打不死你，小伙子，我想杀你我照样能杀。先扣一下，让我再吃一层镀层吧。人呢？没了没了，把塔拆了。老螳螂你给我等着啊，等我这趟回家我就让你知道花儿怎么盛开。他不是出影魔刀了吗？我们先来个小法穿，15%法穿，枯萎宝珠。来，老螳螂往哪走？在那还瞅瞅个屁！你在那瞅。我谁呀？我无畏号，明不明白？还在那瞅，我一头给你战死。这猫怎么回事？这 ADC 又是怎么回事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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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哎呀！哎呀，我靠！虚空之杖直接合不合适？美甲窃魂卷。好。
好像左边有个雷，是不是刚才？不是雷，不是雷，不是雷，被小兵给 A 死了。回上路去。我们团战主杀螳螂，副杀 ADC。刚才 ADC 多少钱呢？好像他们家 ADC 也挺贵的吧？啊，不贵，这 ADC 没多钱。螳螂还没出血，找他去啊！找他去，去野区找他去。又咣！把这给我打了，啤酒人！怎么原地起飞了呢？可以要。一个发育良好的石头人杀中了螳螂，没带没有影魔刀啊，就这样，就是砰一下就。现在有影魔刀也没用了，我可以出法砖。这不得给我干他一下子，抠一下，走呗，走呗。他居然直接放大，我真是没想到。别着急啊，先 Q 他一下。咻哒 ！Q 一下，哎呀 ，Q AD， 哎呦，狂风之力。为什么助攻只有一小点，一个呀？你还挺骚啊，这一看骚气呀、啊、把塔拔了，变成花了。走回家，咱直接来个猫着吧。猫着法传棒杀漏，这把就不出星界驱驰了。啊，不是，错了，世界专注啊！哎，世界专注现在这个改没改？咻咣！零杠六没事，四成杀人书。没改那就还可以出。来下路啊！Hello， 一只咪。这跑的这个快，让我扣一下，让我扣一下，让我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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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。哎，这跑的这个快呀！寺庙有大啊，别着急，等他们俩一下，还不让我抠，啊，老兵女儿，咻，咣，
我不能死。Q 一 W 闪现，再 Q 跑了，溜了，这救不了啊，这救不了，这救不了。这救不了，这救不了，这肯定是救不了了，这就溜了啊，这肯定是不行了。哎，这里是不是有眼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不能死啊。哎，这老螳螂指定得往下面走，我搁这蹲他一会儿。哎，这能给换了，我们有点狼啊，这小猫会不会过来查眼儿，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啊。血有点太少了，确实不行了，回家了，回家出猫去。你回家多好啊，我能杀人呢、啊、我一个大就死一个，我为什么不等一下啊。我看见了冰女儿，我十分想见老螳螂。这就是我们的四成书。可以过来尝试 Q 一下这个螳螂，让我 Q 到你，你就要怀孕，小伙子。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好大 ！Q 一下，先走，别急，十秒大。这位置不行，我们换个位置。得了，人有点多，这没办法啊，死肯定是必死，人实在是有点多了。从下边开始，我们杀的杰斯啊，这杰斯得杀一波了，这个杰斯不杀不行了。把杰斯杀了，这杰斯好像没有人能杀得了了，咱得杀他一波。这还是小影魔刀呢，就这么用。打个蓝 buff， 给谁了那一千呢？呀，这又给他接死了，发现。我发现我们这打团，除了我们，好像其他人没啥用呢，怎么感觉呀？看一看大龙，我们把小龙拿了，咻。跑的有点快啊、哦！哎呀，跑的有点快啊！这里头有眼儿，
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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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不给人打了吗？打大龙，来来来来来，小龙给他了，我们打大龙。你以为我身边有人，其实我身边没有人。哎，我吓唬你。哼，其实我们家在打大龙。啊！大波扣，这丁女要一打五啊！不管了，死定了。咱就不去了，这不去不行了，这杰斯不杀可是不行了。我这一看呢，抠致命点炎，我赏你个点炎，你看你死的是不是很值？虽然不用点炎吧，你敢不敢让我抠一下？哎呦，我这进应该是有闪现，我跟你们说，他100%有闪现，他想秀我们，不给他机会，嘿，不给他机会不大。我这么样的往他脸上冲，他如果还敢顶着我，说明他一定有闪现，谁也不是傻子，知道吧？回家吧。你先回，我怕你死在这儿了。来个沙漏，回放他没有，他肯定有，他没有我吃屎，行不行？他肯定有，我们可以回放一下，27分钟左右啊，他100%有闪现。一个人敢这样朝着石头人开枪，不可能没有的。咱也别说吃屎了，兄弟，咱今天就杠一下子，看看我们的这个吃屎肯定是不可能的啊，看看他到底有没有，咱今天就杠一下子，这个意思到底行不行，行不行，咱看一看，你看我说的准不准，对不对？别急，我就在这儿变成一个野怪。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。这波可以直接冲高地。哎呀妈呀！那有人跟你上吗？那有人跟你上吗？你还跑上来还打我来了？我也有钉的小伙子，这堂堂上当了。哎，这别给他炸飞呀！搁他家耗一会儿可以，我们不大的 AD 啊，除非近身儿，就搭着杰斯，别人不杀。他堂堂不敢上，没事，他秒不掉我们，先扫描一下。抠一下这 ADC，
这个猫咪有点猛，再抠一下这个螳螂，再拍一下，完了给牛头给砍给炸死了，手榴弹给牛头给炸死了，哎，不好意思啊兄弟。